阿坤，你看一下这个视频。嗯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放错了。好多老铁不知道原版超级玛丽怎么跳过旗杆，得还是我来讲吧。超级玛丽这款游戏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在这个视频里啊，作者说跳过这第二个坑，再跳到最上面的平台，等待右侧的乌龟过来，然后当乌龟即将掉下的时候，快速的向空中跳跃，这时乌龟呢会出现一个被击落的提示，这里呢等一下就会发现乌龟从地砖下边出现，然后呢跟着乌龟向前走，咱们吃掉前面的一个蘑菇，这里呢我们就快进一下，跳上高台，等乌龟走到前方，然后一个冲刺跳，就会发现呢人物绕过了旗杆，掉到了城堡后边。这时马里欧还可以继续往前走，游戏呢就进入了无尽模式。实际上一开始啊，我们以为呢这个画面是通过修改游戏做到的，毕竟呢现在网上充斥着各种马里欧的魔改版呢，已经见惯不怪了。不过网上确实有不少类似马里欧绕过旗杆的视频，当然呢这些视频呢都只是游戏画面，没有办法证明原版游戏是否存在这样的操作。刚好呢我们手里有初代超级马里奥的卡带以及原版 FC 机器，插上卡带，打开机器，然后我们模仿视频里的做法，跳到第二个坑右上方平台，等待乌龟到来，然后一跳，画面里的乌龟并没有被击落，难道是我们操作不对？我们再试试。哎呀，也不行，换人再试试还不行，难道说这个所谓的 bug 是假的，只是网上做的修改版？我们继续在网上寻找线索，群里小巷的一条链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这个链接呢是一则视频，视频里的人物名叫麦克马泰，观众们可能对他不太熟悉，他有个好友就是被大家熟知的喷神 James。 麦克的这个视频是他发现了可以绕过旗杆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正是顶掉这个乌龟，而这个视频是在2011年发布，距今已经有10年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个视频还是只有游戏画面，并没有实拍机器的镜头。麦克作为技术大神，他的视频可信度呢还是非常高的。虽然我们看到了希望，但很快也就陷入了不安。麦克在视频里强调自己用的是 NES 机器实现， NES 呢是 FC 的欧美版本，虽然都是任天堂出的机器，但是两款机型上某些游戏会略有差异，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最终结果的实现。经过查证， NES 和 FC 上的初代超级马里奥游戏内容是一样的，意味着这个 bug 能够复现。在一次跳跃中，马里奥一瞬间卡在了左上角上空，随即马里奥死亡，直直掉进了坑里。出现这个画面很有可能是顶到了乌龟，但是触发了死亡。一直有个说法是超级马里奥的地图设计是上下贯通的，也就是说马里奥往上顶就很有可能顶掉即将掉落的乌龟。出现这个画面，一定程度上这个说法可能存在，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。根据各种视频的案例，我们注意到几个要素。首先要注意乌龟刷新的机制，需要慢慢移动，在左侧上方平台完全消失，乌龟才会出现。还有就是板栗仔，千万不要把板栗仔赶到右侧，否则呢乌龟不会刷新。另外就是左侧的坑要留得够宽，大概就是马里奥的身宽，这样才能让马里奥顶到乌龟。最后如果成功，一定要把后面的蘑菇吃掉变大，否则呢触发不了。麦克的视频里，乌龟大概就是走到最后一个方块起跳，然而我们使用的老式电视呢会有一个弧度，方块的显示会有误差。 FC 的手柄呢本身就不太好用，再加上年代久远，按键触发呢有些不灵敏，这无疑是加大了我们的操作难度。那麦克的视频里也提到哈，顶掉乌龟这个操作是很难的，大神都说难，那肯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尝试。而这时一旁路过的堂主看到了我们的测试，他表示想试。堂主玩过无数个游戏，技术上呢也说非常厉害，伯乐看了都说好马。这位男人的加入肯定会大大增加我们的成功率。看着熟练的动，之后呢堂主呢也进行了多次尝试。刚刚发生一个突发情况，我们刚刚那批的画面没有录到，相机过热了啊，这那咋办啊？我哎等等，我是说相机没录到，那么对了，成功，牛逼，终于成功了。由于游戏所剩时间不多，我们赶紧继续游戏，吃掉蘑菇，跳上高台，纵身一跃。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身边是一群小伙伴，面对无法打败的 boss 苦恼不已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最终攻克难关，那份喜悦的感受再次涌上心头。马里奥绕过旗杆已然不重要，看着马里奥在无尽模式中奔跑，正是我们在游戏里向往的美好，这份简单的快乐。十年前麦克用 NES 机器发现了这个 bug， 十年后我们通过 FC 机器复现这个场景。
这段视频可能是国内首个第三视角拍摄的超级马里奥绕过旗杆视频。我们使用原版机器、原版卡带、老式电视，可以说是原汁原味还原几十年前的游戏体验。视频也到了结尾，没看过瘾的小伙伴们别着急，后面我们还有惊喜奉上。